体态丰腴，面若满月，柳眉凤目，悠然娴雅。小女子，我出生在大唐盛世，居住在长安城中，繁华散尽，岁月不老。今天已经1300多岁的我，是不是依然看起来容颜不改，灵动可人呢？我的名字叫唐三彩，男装女勇。虽然我是女儿身，但却偏爱男儿装。一身宽大的男士圆领长袍服，也丝毫掩盖不了我婀娜的身姿。每天川流不息的游人，在我面前久久驻足凝望，都被我的美丽与精致所打动。女扮男装在唐代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事情，当时的达官贵人、王公贵族家的小姐都喜欢女扮男装。我所生活的大唐王朝是一个伟大、包容、自信的时代，我们女性地位也空前提高，可以像男子一样接受文化教育，甚至参与政治。你看，我的服饰与神情，不就是鲜活的体现吗？泥塑的我承载着时代的风华，扬起映满霞光的脸庞，在时代的长河中娇艳微笑。而我历经千年不老的秘诀，就是唐人一向震古烁今、闻名中外的艺术成就——唐三彩。唐三彩全名唐代三彩釉陶器，在同一器物上，黄绿白或黄绿蓝赭黑等基本釉色同时交错使用，形成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。三彩是介于瓷器和陶器之间的一个产物，它又挂了釉，所以它的防水性能是比较好的，再加上它的釉料低温烧制比较稳定，所以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受到这个湿度和腐蚀这个影响太大的。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，首先需要将素坯入窑焙烧，陶坯烧成后再上釉彩，然后再次入窑烧至800摄氏度左右而成。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，在烧制的过程中，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，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。唐三彩造型丰富多彩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，而马和骆驼又是动物中最常见的两种造型。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这个马和骆驼实际上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。你看那个马的形状，它其实来自中亚西亚，就是那个汗血宝马。那个骆驼当然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，人们说骆驼那是沙漠之舟，它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，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蓬勃发展的一个盛况。唐代丝绸之路繁盛，国际间贸易频繁，匠人们将丝路商旅过程中很多异域元素融入创作之中，由此诞生了许多艺术的精品。在当时的国际上，唐三彩就已富有盛名，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物品之一。在丝绸之路、地中海沿岸和西亚的一些国家，都曾经挖掘出过唐三彩的器物碎片。三彩虽然说它的体量不是非常大，但是它的种类非常多，它的艺术性非常高，而且很多呢是保存非常完好的。所以我们说要了解唐代的雕塑，了解唐代的艺术，唐三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。你想了解唐代的艺术吗？到博物馆去看看。凝视着眼前这瑰丽的艺术珍品，我们的耳畔仿佛回响起叮叮当当的驼铃声，这清脆的声音划破了戈壁的沉寂。一匹匹满载货物的骆驼正艰难地跋涉在丝绸之路上。回望千年，昔日盛世繁华的大唐景象依旧历历在目，这条曾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，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又将重新绽放光芒，为我们描绘出更加壮丽恢宏的新画卷。